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的教练队。今天算是伦敦，不是伦敦马，已经是黄金海岸马拉松的番外篇，再番外篇了。今天这一集呢，是我在下周四准备出发去黄金海岸马拉松的，已经倒数十天了。那今天呢，我准备来做一个小小的测验，刚好是台北市五千公尺挑战赛的第一百场。今天有目标是要来跑一个五千公尺，算目标测一下目前的身体状态，因为相对于上个周期，我自己觉得准备的好像好一点点，所以目标希望可以在今天跑。看能不能突破我自己的五千公尺个人最佳，之前的成绩是18分10秒，我希望可以跑到17分开头的这个五千公尺配速的成绩，所以待会目标我可能会用1圈86秒的秒速下去开跑，但因为今天湿度很高，而且雨没有下下来，所以现在体感温度超热，大概是31、32度吧，整个湿度很高，站着就会流汗那种。但没关系啦，我还是会努力一下，毕竟上个周期我觉得调整到后面有做一个五千的测验，对于自己的信心度啊或掌控度会是好一点，所以今天我们的目标待会热身一下，准备在第五场次开始跟大家同场较劲，目标突破我的个人五千的最佳。 OK， 你去热身吧。有点紧张，要开始测验，目标18分，希望可以，希望可以，一定可以。好，第五组的考生准备，5、4、3、2、1 ，Go！Let's go！200公尺43秒，前面的比我预计分数再快一点，到箱顶。要防守阵。84秒。快了吧，快跑了。86秒。
分。好累，好热，好湿，哇！完赛时间，17分40，耶！啊，休息了，开了开了，耶！破最佳17分41秒，哇！好累哦，我最后的均速是3分29秒，我目标有达成，所以超开心。但我前面每一圈其实有点紧张，因为我觉得今天天气超热，而且很难跑。那目标前面其实是86、86、86一直在配，因为一些集团前后一直拉扯，但还好每一圈经过一次就有很多伙伴一起帮我加油，那感觉真的很棒，完全让我不能慢下来。重点是我心里一直想着，我下礼拜就要去黄金海岸，如果我现在没有坚持下去，我黄金海岸就完蛋了。所以我用这样的信念持续往前。最后我在最后三圈的时候，从86到85、84慢慢加一点，最后一圈其实应该说倒数第二圈，我身体已经硬掉，而且喘到不行。那时候觉得哇，对，大腿快抽筋了，然后很喘，步频下降，感觉已经快撞墙期了。但还好是很后面才出来，那最后一圈还好，还有最后的加油声，有稍微再坚持一点点。最后一圈开始跑84秒，所以最后完赛成绩17分41秒，也算是刷新我的个人最佳成绩。上一次4月跑18分10秒。啊，有了这个成绩，对于黄金海岸马拉松应该是稍微有信心一点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在黄金海岸会持续往六大马波士顿之路继续迈进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教练队，喜欢影片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那我们就黄金海岸见啦，拜拜。